好不容易今天心情好，稍微化了一点妆，从黎南那边来。哎呦，牌局散了，今天我没有打牌，今天我出去录音了。我是那种每天都打牌的人吗？现在隔壁外面谬他们在谬他，哎，你们为什么你们都说我是打牌回来的？我没有打牌啊，很奇怪哎。然后我寝室刚刚在打牌，哦，看出来了，感觉桌子，对，桌子有不一样。我刚刚在外面先录音，然后后面就是去逛街了。我现在王柏硕，王柏硕回去了，他们去那，王柏硕去考试了。五个人，刚刚有五个人在我房间打牌，我不知道啊，有电音吗？有电音的话，可能是那个网不好，我房间最近网有点不是很好。丹，云姐在我房间。我知道，我说我不在的话，你们想打就打吧。然后云姐也打牌，我怎么不知道？真的假的？我现在买了一个直播的杆子，是我三脚架破的那个为人兄，你有本事给我一个，真的是别嫌弃他，我可是为了直播特意买的，好吗？云姐刚学的，真厉害，看。当当当当，是不是很棒？哎呀，看不到你们了。对，今天哎，总算洗了头，不再是，就是洗完头说哎呀好颓废啊，要洗头，然后把头洗完之后就吹干头发，没想到下面还头发自带头发，下面还有点小卷，我今天依旧是漂亮的李慧珍。然后现在衣服穿的有点多，现在显得比较肿。我刚刚从外面回来，我去顺便去就是仁广那边，南京东路那边去逛了一会儿街。你们怎么都知道他们在我房间打牌？是他们直播了吗？还是发微博了？我还没看呢。后面的球好像不。后面的球明明像油面筋，好不好？我给你们展示一下，一个灯，对吧？这还有个灯，噔噔，这是我的拍照墙。然后大 C 直播这么野，现在还买了很多的纸。然后我特别的蠢，我就想墙上贴那种纸可以好看，就是会比较好看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买就是那种卡纸，20多块钱，我以为就只有一张，我还在想怎么这么贵，没想到来了很厚厚的一沓，真的是。这是灯啊，你看那个是装饰的，不是拿来照明的，所以说没有关系。你看，我给你们看我今天新买的东西。楠姐又是谁？穿睡袍直播这么野，他怎么不穿比基尼直播呢？嗯，这么野。系统通告上线，哇，这跟映客里头47级的高级大会员一样，就是一进来金光闪现。我好像透露了我原先看映客。有人说这布好丑，哎呀，就是觉得跟我印象中是那种大格子，就是很高扬的那种，没想到就是买了这种小格子的就比较适合当桌布。 Luna 纯睡袍，楠姐，我当时是不是说了她坏话？王柏硕这周公演，我生日公演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回来吧，不知道。你看我今天新买的东西，我今天新买了一个星星的耳钉，特别的洋气。然后还买了一个链子，
其实上次仙女宫也哦不仙女宫的时候，脖上戴的那个金的也是我的，然后他拿到了他的房间都没有还给我，哎，真的好气。Mio 他们现在在门口装架子，谢谢送的礼物，你转个圈圈表示庆祝。乌星星不会扎脸，可能不会吧，就很潮，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特别适合就是那个少女进化的 Beautiful Girl。 哎呀呵呵，哎，这不重要了，唱歌。还有一个，哎，我买了一个给你看，还买了一个特别 bling bling 的包，然后他们说像泰国的，他们打麻将直播，下次我打麻将也直播。昨天我跟丹妮瑞哥，然后丹妮瑞哥，我还有一个谁啊，还有一个谁，反正昨天四个人，哦，还跟小爱在打麻将。然后昨天我们就是开牌的方法是，开牌的方法是就是瑞哥他家那边的，然后洗牌算牌点的方法是我家那边的，然后就是我们有那个敲响，也不是敲响，就是要听牌，就是不能再改了，那个是上海麻将的玩法，结果一个麻将有三个玩法。哎，没想到昨天，哇，没想到小爱竟然会打麻将，真的是惊呆了，因为之前就是教过思思打麻将，没想到小爱玩的这么野，而且牌就老麻溜了。还买了一个东西，买，哎呀，是不是踢到架子，看 party， 把它剪了。谁呀？我来拿我的青船。可以呀，明天早上吃早饭吗？吃。我们刚来，我们明天早上那你过来吃呗。我直播你要来？现在吗？对。哦，可以过来玩一下。刚刚赵鑫来了。啊？你现在就在直播？对呀、啊，你看。你一直在直播。刚刚回来的直播。哇。看我买的，今天买的 party 在哪儿买？Party Forever 21，我今年21岁，刚好去逛了逛 Forever 21，就买了一堆的饰品。哦，我跟大家安利一个，等等，我弄一下我的帽子。你刚刚跳完舞。安利啥？我要跳。哎呦，张鑫，我跟你讲。跳舞回来很乱呐、啊。我跟你讲，张鑫真的这两天躺床赖在我床上，就是拿快递什么扔垃圾什么都不干，然后竟然去练舞了上课。啊！别打扣、哎！我跟你说，我今天跳内伤了，我现在手抬不起来。哎呦，内伤了。我今天跳感冒来的。你的架子也掉了，这个架子比较那个比较弱，很比较破，50几块钱。哦，我给大家安利一个，就是真的超好吃罗森的青团，蛋黄有松。哎，这个别戴帽子，戴帽子、这个、没有光了，戴了帽子。哎呀，这徐寒。找我房间光不好，本来想买个弄光。这个顶灯不太对，就是这个超好吃，这个超好吃。清明节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去买啊，这罗森现在也有的卖，我就买了几盒，然后买几盒买了两盒，还有3包。这个你这么喜欢吃清明团子？不是，我买回去寄给我妈，给她。你家那边没有清明团子吗？这江浙沪才有的呀，大姐。这不是全国各地吗？从小吃到大的。屁，没有。真的吗？对啊，没有啊，你看没吃过，没吃过。看到没有？那你给真的吗？嗯，这么土啊！啊，我黑人问号，就对，真的只有江浙沪才有。哎，其实我也不爱吃，我是小时候。对，就是那个沈大成的，他新出了那个蛋黄肉松，哎呀妈，吓人！蛋黄肉松口味的，好好吃，大家可以去买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找。像我这种只喜欢吃馅的，觉得馅很好吃。如果是外地的粉丝的话，可以找那种上海。不好意思、上海说你们土。是外地粉丝可以找上海聚聚，然后让他给你们买几个。哎，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真的超好吃。哎，广州的上海的聚聚们，你们就是有那个挣零花钱，就是兼职了，就是可以做代购，真的超级好吃。老婆你。对，你可以吃。哦。
我不敢吃，我减肥。没事，你知道今天我们也减肥，我们就忍着什么都不吃，结果晚上吃了就必胜客。一上来今天一天白费了。然后你知道一上来就是我们点了一份意面，一上来就特别的特别的少，然后仙女就说服务员过来一下，这都面怎么这么少，这给我再去加一点。告诉我是我衣服太重了。对，你穿着鞋，你把鞋脱了。我今天一上你早上来称的时候你什么都没穿，就穿了一个睡衣，你现在穿成这样子肯定重啊。我吓死了，这是什么？这是饭，陪伴饭。我明天想吃这个。你明天早上煮什么吃啊？我们明天早上吃什么？明天早上吃面包、吐司、鸡蛋、酸奶，没有牛油果。那明天我煎鸡蛋把它拿过来吧。哇，我给你讲，有牛油果吗？没有。哎，我也买了一个这个。哇，我给大家看，我买了两个多。哎，我也买了，我也买了，我买了煎鸡蛋的。我超开心，我去大超买了两个多。我也买了这个，我跟你一样的。我是黄的，这个不是大超买的，10块钱一个。啊，我买30呢，我两个锅只要两个，因为太激动，两个锅只要那个20块钱，因为我真的很激动，我一淘宝上某宝上，我之前一直在看，就你都说完了，你就别真的很觉得很贵，就没舍得买。然后今天去大超，哎，哇塞，看到这锅真的没开过，张鑫你夺走了他的第一次，什么鬼？什么鬼？真的，不过虽然然后，哎，如果粘锅也没有关系嘛，毕竟这么便宜，对吧？上海有大创吗？上海当然有大创，淮海路是淮海路，对，淮海中路那边，那个下面有超级大的无印良品，上面就有。然后这次是在那个人广，那个叫什么？有一家小确幸那个楼上面，5楼哦，买了锅，买了两个锅。然后徐涵姐姐，她本来有那个啥来着的，我现在好饿啊，换一个锅好。本来有那个电磁炉都给我，太妙。帮我砸个东西吧。这里。我想吃你那边的东西。那张鑫，你我先玩会儿，我帮米友去盖点。请把时间交给我来。接下来是新宝的时间。耶，谢谢大家。杨慧婷去装东西了，他们房间现在铿铿锵锵，铿铿锵锵在敲。对，没有错。我你想让我直播啥呢？我也不知道。阿星上次直播没有理你，有啊，有你有，不知道。他们买了个双人床，不是他们在装那个柜子，就是去。去好像去宜家买了柜子吧，然后今天我不是黑皮星宝直播今天学的舞啊，嗨远航说我黑，我不会搓麻将啊，广东麻将会打一点，就是回去的时候学的直播吃一下沈大成啊，那个要买来送给家里人，所以我就不直播吃了，但是那个真的很好吃，里面是肉松跟蛋黄，然后超好吃的。一人咋变样，打开有惊喜啊。你们北京那儿有青团吗？阿欣啥时候直播做吃的？不知道哎。然后等一下，他们说是不是直播看错名字，怎么一打开里面是个张鑫，因为徐仁在帮庙干活呢。等一下啊，那个好好吃，那个超好吃，好想直播给你们吃一个，可是我要送给我妈。哎，没事，我吃完明天再去给她买就好了，为了你们。明天戴萌要回来了，好开心啊！我不知道这青团的脂肪有多少，哦，它脂肪只有7%，那我还可以给你吃，可以吃给你们看一下，反正明天再买嘛。你以为 bug 了是吧？没有没有，一淘宝代购，可以去代购一下，就是长这样子的，然后
牌子我就挡着了啊，然后你们去搜。然后里面是这样子的，然后一盒好像是24吧，对，超好吃的。蛋黄出来了吗？哎，我有点感冒。然后它有4个在里面，反正就真的很好吃。还有他们那边敲的声音真的是有点大。蛋黄来了吗？哦，假蛋黄。阿星前面变成东北味，因为我刚刚在跟一个东北的同学聊天，然后可能就是没有转换过来吧，他讲话就有点东北口味。啊，真的带王，真的带王，带王好，一人去装东西了，所以我就那个啥，我现在在吃青团。我说好今天晚上不吃东西的，我今天晚上就吃了沙拉，什么都没吃，然后打算这几天瘦到47公斤。他们那边真的敲，我跟你说，我们中心最近3楼就一直有在装修的声音，一直到现在。爸爸，我不行了，啊，好累啊！结束了吗？没有，他们在那边。你介绍完了吗？我再拍给他，我再拍给我朋友。带王发个红包，赶紧来带王发红包。带王，你不给发红包，你跟我就不帮，我就不拍了。咸辣的都。唉，换室友。你可以去罗森买一包青团，然后加辣椒酱。哇，我给你讲哦，之前那个，之前洛洛来我房间，我给他安利了老干妈鸡油味的，然后他一口气在淘宝上买了4罐老干妈，又送了我一罐，真的超级好吃。啊，红包下来啦，我准备好啦，天灵灵地灵灵。不是青团加老干妈，你还说青团加老干妈，你这么变态。没有啊，我朋友说他想吃辣的，红包下架了。哈哈、啊、红包下架了。青团加老干妈，没有，我朋友说他现在想吃甜辣的。哦，我同学上次我妈跟我说，我妈在泰国的时候跟我说，草莓加那个辣椒粉真的很好吃。真的吗？我们明天试试。对吧？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变态？辣椒。变态、啊。就草莓加辣椒怎么会好吃？青团加老干妈好吃。对，我跟你讲，没有东西加老干妈是不好吃。那你有没有老干妈？我有，拿出来，我蘸一个给你吃。我天啊，这简直黑暗料理啊！我房间什么没有。吓人、哎、你拿个筷子。哇，我敲了几，我砸了几下墙，我现在手来，张新即将哦，真的强力给大家推荐鸡油味的老干妈，真的超级好吃。张新现在还在生病。我跟你讲，生完病，我跟你讲，吃完料理拉一拉，然后什么鬼？再想桑拿立马就好了，我跟你讲。我都说去蒸桑拿。蒸桑拿，蒸桑拿，蒸桑拿，我不想蒸。我最近没有办法蒸，真的很好吃。然后这那天我又点了、哦、你看里面是长这样子的青团，就是可能江浙哎好好好好好哎我在安利你懂不啦，就是青团就这样。大王你肯定在坑我，我跟你说绝对你。对啊，大王你不发红包给我刷点东西好不好，就粉丝别刷了，就大王刷真的是。然后大王掏钱。对，大王掏钱你们就别掏钱。对，哎现在你也在开，哎呦现在你也不来。我就站着吃啊，站着吃多脏你知不知道，拉出来我那啥呀、哎、怎么办，我真的讲话怎么一股东北味，就是跟我那个朋友聊天。什么你东北味，你说话根本普通话根本就不标准对吗？带王皇冠，别吃我的肉，这里面还有肉啊。啊，别给我吃一口嘛。这个是洛洛给我的老干妈，我那瓶都吃完了，真的超好吃你知道吗？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洛洛吃完一口，嗯，不错，淘宝一口气买4罐那种喜悦嘛，你们不懂。而且老干妈加凤梨也好吃，哇！老干妈加雪莲果也好吃，老干妈加牛油果也好吃，哇，牛油果也好吃，真的，我们今天早上就是酸奶加那个牛油果，真的巨无霸好吃。大王已经吓跑了，哎呀，我手机快没电了。青团加老干妈好吃吗？你就说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哇，
老师把鸡尾巴好吃耶，成功 ，amazing。还可以。对啊，真的还可以。真的还可以，因为它里面是咸蛋黄嘛，对，咸蛋黄加肉松，所以就毫无违和感。还可以啊，不难吃啊。对，充电宝架在上面。你看里面是长这样的，真的很好吃哦！我跟你讲，因为我不爱吃清明团子，但是快点去淘宝，真的超好吃，超好吃！你们是认真吗？带完我们是认真的，真的很好吃，就是哎、没骗你、啊。今年清明再来，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可以就是给就是粉丝发一点这个吗？就是你们去批发一点。哎，那你直接你生日冷餐会的时候就给粉丝发军团，这是清明节吃的好吗？这清明节好吃也快了，你让我的粉丝吃清明团子，吃清明节吃的东西。真的哦，好气气哦，真的是。嗯。对啊，我要代言的是一点点，好吗？嗯。又不怕。吃完就重生，你不在充电吗？对，越充越少手机电，可能会比较少。哎，刚才那个北京成员的弹幕我没看到。想去唱歌吧，祝他入眠。哦，好好。唱唱首歌，嗯，好。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我说，悠糖也想吃。悠糖也想吃，哎，我们给你留着，哪天你来上海，我们给你吃。过期了，大姐。新鲜呢，哎，我去学习一下这种做法，下次来就是来中心349房间，我给你做一次。我们349房间，我跟你讲很棒。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你说。今天早上吃了牛肉果饭酸奶。还有呢？还有粥。什么粥？大声的冒出来，不就粥吗？你没有燕麦哦，燕麦粥，对，好好吃，真好吃。你前天吃了什么？在我房间忘了。你吃了面，哦、还吃了水饺，吃了火鸡面。火鸡面就不用说了，火鸡面是泡面，这么说起来不好。然后我们还吃了，我们前几天还吃了什么？前几天我不知道。哦，前几天。昨天还吃饺子。前几天就是三鲜饺子。丹妮还烧了那个臊子面，对。然后你知道，就是我房间就有种那个妈妈的味道。不是，是那个，那个纪录片那个纪录片，中国纪录片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就是清晨的早上，然后伴我们清醒哦，伴叫我们起床的不是妈妈的叫声，而是妈妈在切菜的声音。对对对，就舌尖上的中国。然后就是丹，就是丹妮在旁边切切东西，然后我们在那边开 party。对，舌尖上的 S N H， 哎，公司有兴趣开一个美食节目吗？找找我们这些。后辈说晚安了，晚安了，前辈。晚安。拜拜，下次来吓人，下次来中心上海我们请你吃哦。不要走，对，但你是妈妈。喝完了，吃完了，真的好好吃，对，没有什么。吃下拜拜，请吃下这一颗安利，真的。对，哎，隔壁的 Luna 说我是假的，对吗？我知道现在你不是假的，因为上次我把他踢出去过，然后他就被禁言。你那个鸡要给我吃吧。行鸡啊，你没有买鸡、啊。哦，你吃了会得禽流感的，你那神笔。这个鸡都在禽流感之前了，好吧？啊，我超喜欢吃这个鸡肉，我真的没事，因为我家里是没有零食，我没事就吃这老干妈，可以吃半瓶。在哪儿啊？你也瞎呀，这么大块肉你看不到吧？看，真的看不到。真的。哇，好好吃！对，我跟你讲，张鑫在我房间真的已经都不感冒了，就前两天还是病殃殃的样子。那个上火啊，真的。什么上火？这个肯定上火。那你还给我吃，我喉咙痛啊！我没有让你吃，是你自己强行要吃。不好意思，我拦着你还哦，好委屈啊，一人委屈，一人要哭，一人真的好委屈。错了，真的食疗方法真的很好，而且吃辣。啊，算了，你就别吃了。怎么干不了 啊？因为你笨，不行。不是，为什么我昨天吃辣呢？是因为吃辣的通鼻，你懂吗？他就通了，就是我鼻塞，就无法呼吸。啊，盖好了，对。谢谢。牛肉的好，不，老干妈鸡油的最好。我明天去。真的，鸡油的最好，一定要吃下这口安利鸡油味的老干妈，我真的是国民女神。
国民美少女，国民美少女老干妈二，国民美少女二女神老干妈。如果你是国民美少女二，对吧？记得最好记，给你点赞。如果能点赞的话，我一定给你点赞。对，哎，这盖真盖不好，怎么回事？换了吗？对吧？看张鑫，张鑫在我这吃了一个又一个，现在又开始吃老婆饼，对吧？跟你讲，我房间真的是其乐无穷。张鑫没有走，张鑫在我边。哦，上次我在超市买了一个什么燕麦面，特别粗粗的，真的好吃。哪里还有面？我以为那是面。哪里有面？那个面。那里没有面。我看错了。那里就几条，满天。作业以后老干妈冠名国民美少女吧，然后给我们发老干妈。哎，不过你也吃不了那么多，一天吃一个啊。一天吃一罐我可以啊，这么一罐老干妈，我三顿饭就吃完了，三碗面就可以吃完，干光一瓶老干妈。你看前一天拍的照片的图像就在隔壁，你放远一点。哎，他们11点钟还在敲，有问题吗？没关系，我也经常11点钟在敲。你看，就是张鑫，我给张鑫找找道具啊，就是房间有点乱。我跟你说，现在我已经睡着了。张鑫拿着，吃掉。对，然后你要看这里，对。好了，你们可以截图了，是不是跟旁边那张照片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你好呆滞，可爱乖乖，一脸懵，一脸懵，真的超级好吃，吃辣，你们能吃多辣？吃辣芙你吃过吗？辣芙的担担面我可以吃超辣，我现在很能吃辣，你知道吗？担担面算个什么？下次去吃辣芙。直播挑战变态牛肉丸，我可以吃完你今天吃，明天哪哪都疼。我跟你说，我现在吃辣超厉害，我跟你说，我跟人可以 PK 的人。他吃辣厉害，我跟你讲，哎，你张鑫你录出来，你讲，张鑫昨天吃火鸡面，就是不停的在问我要牛奶，把我的牛奶都喝完了，陪我奶，陪爸爸奶。给你啊。没有好吗？真的是，老干妈真的不辣，真的。房间老干妈是一点都不辣。对，老干妈不是辣，是香。辣妹唱起来，辣妹子辣，辣妹子辣，你会唱吗？我。怎么这么土啊？这首歌都没听过。我会唱《女人花》。女人花。红尘中，哎，不重要嘛，我再给你们配合一下。哎，我朋友的女儿长得真可爱。哎呦，你朋友都生孩子。我同学都生孩子了，你看。还挺可爱的。没事，你朋友家里有钱吗？他缺月嫂吗？我有育婴证。我跟你讲，我有育婴证，我可以帮助带孩子。人家孩子都2岁了，不需要。2岁也可以啊，我跟你讲，我学幼教的呀。我也学幼教的。对啊，我知道0到3岁幼教之前的早教教育我都学过。你去教他。没有办法，厉害，爸爸我最厉害了。缺月书嘛，他们说缺月书嘛。什么？他们，那有人说缺月书。月书是什么？就是月嫂月书啊。啊，有毒啊你们。你有教师资格证吗？有啊。我也有。你这是为了说这句话引出你后半句吗？我懂的。Yeah. Oh, so this man, 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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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慢慢压住。纸巾。我这么多纸巾，你还找不到？这个也是你要带的吗？对。我给就是，我买了一个这个嘛，然后到时候生日过的时候可以带。然后我之前就想，我上面就像 AKB 原先 Team 8里头，就是上面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名字嘛。我本来想给，就是队里每个人都定做一个，然而有点懒，就是懒得设计了。就觉得，哎，你应该给我们做一个呀。对，我本来之前想说，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假如说对歌的话，
就是可以大家每个人头上戴一个，因为你想想看，演唱会就是会有很多别的队，会有很多别的队的粉丝嘛，然后他们其实很多粉丝都是只知道自己队，不知道别的队嘛，对，然后就可以就是可以看上面的名字来认人，说不定就加推，对吧？说不定就改推，对吧？你怎么买这么土的耳环啊？我真心买的。不觉得很像我们那个上一句话的？对啊。那副歌，我就是为了配那套衣服。哎，那套衣服不知道几百年才穿一次的。对，然后就上面可以配名字。嗯，好棒啊！讲就像那种舒缓的歌，像新闻。哇，周星你厉害了，你口腔溃疡。不是口腔溃疡。是口腔，你口腔溃疡都长舌头下面了，还不叫口腔溃疡？那个不叫口腔溃疡，那叫舌头长了一个泡。那个叫三杯鸡。三杯鸡。三杯。不是，那个张鑫舌头下面长了一个跟口腔溃疡的一个泡，他跟我说那是三杯鸡。粤语叫做三杯鸡。然后你跟大家说三杯鸡是不是就三杯鸡？不是，对吧？就是三杯鸡，就是三碗，就是鸡放下去之后倒三碗酱油。我还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我才能找出这个三杯鸡，我跟你说。哎呦真的是有毒啊，你真的有，你有毒啊，找了一个口腔、哎、口腔溃疡就口腔溃疡、哎、还跟我说好认真说三杯鸡。这个不叫口腔溃疡，真的，你不相信？其实吃辣的吃多容易长胖，真的吗？可是我明天还想去吃那个很辣很辣的担担面。你别吃担担面，那身体好了的。我真的好想吃担担面，我跟你说，我刚刚从地铁回来的路上，我说我想吃担担面，我可以为了担担面明天去上多一节街舞课。担担面，其实担担面是那一家担担面超好吃。我觉得重庆小面很难干。忍住啊，大佬，我知道你很能干，你们的老大啊、哦，是老大，我说成大佬。担担面很辣吗？哦，还好吧。像我比较喜欢吃麻辣，所以这种担担面这种麻辣的东西我还是很喜欢的。不辣吧，对吧？我也坐地铁都没碰到你，你碰到了就见鬼了。涂西瓜霜明天就可以吃，你有西瓜霜吗？没有。你不如你就去买个西瓜把它打成霜，开个玩笑。游戏完了没？是我们新出的手游吗？但是他是有泡面吗？有杨慧甜的泡面。我不想吃那种杨慧甜的泡面，泡出来你加辣酱。那种泡面不安全吧？不安全你。我那种泡面太不营养了，我想吃那种就是。我的面上次都被他们吃掉了。白面。你找怪兽他们房间有挂面。我就想吃那种白面。怪兽房间有挂面，之前袁航说了。白面放。酒酿小圆子。白面放麻油，然后再放。酒酿小圆子吃不吃？一句话吃不吃？我又要洗碗，我又要洗。我跟你讲，现在张鑫，我特别喜欢邀请张鑫来我们房间吃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张鑫会帮我洗碗，是不是？太小声。吸尘器，我就是吸尘器机器人，吸尘器是那个张鑫的。吸尘器在那个储藏室。储藏室。对，就在储藏室。啊。对，就在储藏室。我不活了。对，就在储藏室。啊。我去。你倒说你想吃什么来着？我想吃。哦。对，你要不要吃酒酿？现在煮吗？酒酿，我买了小锅，我买了小锅。酒酿胖吗？酒酿不胖啊。那就吃，走，赶紧，你把你的包拿去。等一下哦，我们马上要烧酒酿了。我跟你说，跟着洗衣人每天都有幸福快乐，而且又很营养的生活，你知道吗？就是很棒。你把这个锅拿过去，我去把这个洗一下。哇，这个哇，你的锅也太高级了吧！你看，对，这是我今天买的小锅。我的锅好高级哦，真的。这是徐汉给我的。张鑫，你我房间的碗你还没洗呢。哎呀，不想洗啊，明天洗了。那我怎么刷牙洗脸啊？没事，可以的。
但我没有糖哎。好憔悴吗？我可能是前天失眠吧，然后。那我，张鑫为了你，我开这瓶酒酿了。哦，好呀，开啊。为了张鑫，我老米酒是什么？为了张鑫，我都开了这瓶酒酿。酒酿不长胖。酒酿丰胸啊，真的吗？那煮多点给我吧，真的，我很需要。那你要的话，我给你烧海味，还有一盒，我的妈妈，还有年糕，年糕胖的年糕，哎，那是魔芋丝吗？魔芋丝不是你的啊，我想吃魔芋丝啊，你给我吃吧，我明天给你买回来。不是你的，这是我明天早饭。你呀，我想吃这个，这是我明天早饭。啊，我想吃。怎么明天早饭？我跟你说，跳完舞之后。好饿，你知道吗？今天肺活不肺活量，今天舞蹈量。吃年糕吗？不吃年糕，年糕胖。嘿，还妄想拿老子的魔芋丝，气死我了！我那啥，你知道吗？就你那啥，我刚你哪了？我刚坐地铁回来的路上，特别想吃那个日本的团，那个三色团子。为什么这边罗森没有三色团子卖呀？啊！你酒量要加个蛋吗？我现在体重是48，我现在体重52，我们俩同样身高，我要比他重10斤。我48公斤，然后好苦啊！早上睡完觉起来之后就47点几吧。哇！早上睡完觉起来我52。哎，早上睡觉起来我反而轻点。哎呦，这锅是不是太小了？是啊，是很小。你要加蛋吗？可以吗？加蛋会胖吗？什么都，我感觉你这个锅会起飞呀、啊，就会烧起飞，你懂不懂？哇，这么高级，还可以扭的这锅，哇，好棒棒啊！你这锅洗了吗？当然洗了。哦，洗了就行。你要加小汤圆吗？加，我就想吃小汤圆。哇，好香啊！然后他们并看不到，只能在那边问啊，好香啊，好棒啊，我也好想吃啊。你们就，你有毒啊！谁说我有毒的？我。我明天买点牛油果回来吧。你买点，本来想买的，超市太贵了，我买不起，对着心买。我明天去买。你给我买点牛油果和酸奶。那我明天去买。小汤圆给你下一个。为了你最近几天艰辛的做早餐，我决定。我每天都做早餐，你知道袁航为了来我房间吃顿早餐，他早上是醒的可早了，就是说。哎呀，依然，我为了吃你的早餐答应你的，我都没有睡好。哎，我也，你看你这么辛苦，我就去买一些吃的回来放你吃。啊，我的耳机，我新买的耳机。徐玉仁跟百硕一起住。嗯。跟徐玉仁一起住可幸福了，你知道吧？就是平时，因为平时都是我照顾人，然后。这次因为我病了，然后他又来照顾我，然后我就觉得闲的没事，世界真美好。原来被人家照顾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以前只有我煮粥给别人的份，然后现在就是徐仁给我煮粥，人早上过来就，你懂吗？就起床刷。要鸡蛋吗？要。胖吗？加鸡蛋。没关系。算了算了，不加鸡蛋。别加鸡蛋啊。鸡蛋蛋花其实挺好吃，但你得打开，很麻烦。打开很方便啊。打进去直接倒啊，那你打吧。然后就昨天，因为昨天病了，然后哇简直、就是、刚好我没事去他房间溜达，这个一溜达出大事情来了，赖在我房间了。然后真的很棒棒，真的，对。然后就是昨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一人给我煮东西，然后杨慧婷把我下楼拿外卖。哇，杨慧婷是被逼无奈的。杨慧婷真的是哇，从来没有。她也不是自愿。杨，哎，可以看到吗？这样就看到那边有那个。这让开，你看着你倒了大家的锅了。这锅的放大太小了吧。对啊，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机壳。哎，我的手机壳是娜娜口。这不是你的蔡太子吗？
对啊，那那啊，你的充电宝掉地上了，不是我弄的，真的不是我弄的。谢妮，你知道你的充电宝掉地上了，他自己掉的，真的真的。自动艾特谢妮，这个谢妮的充电宝。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碰到他呀。不管，在那边弄，就是你弄掉。翻车了，翻车了。哎呦妈呀！看，不行。哇，好棒棒的感觉！你把鸡蛋放进去了吗？鸡蛋啊！啊！这真的不关我事。这真的它就会自动掉啊。哎，王鹿角，你问一下王鹿角要不要吃，可以就多烧点，把这个都烧了。那边娇娇，对啊，真的，我这是我在大创买的。我就叫张鑫去帮我问饺子吃不吃酒酿，就只听到杨慧婷说吃，我吃。怎么感觉在双皮奶？没有，在做双皮奶。在做酒酿，酒酿小金猪。特别感谢远在天边的，就是徐涵姐姐，对，因为他们房间就是放这锅也不用，然后就放到我房间了。啊！你干嘛？你又吃？这锅太小，碗就全部放下去，一下子就满了。哎，徐仁，我没听到。没关系，你要会听要说。这么一大锅吃得完吗？没事，原先我的锅都被收了，这是徐涵的锅，收了我也不心疼。天哪，徐涵真惨。你俩锅，哎，张鑫，你现在可以去洗了，没有碗装了。啊？没有碗装酒酿了。啊，心好累呀、啊。莫名其妙又开始洗碗。我跟你讲，你这个锅太小了。小，小而精，浓缩就是精华。你知道吗？张鑫遗传了，张鑫，你知道吗？你遗传了王璐爱洗碗的这个喜好，原先都是王璐洗的碗，真的，不是王璐洗的，就是门口的阿姨洗的。哎，真的。我说好的不吃刀片。真的，酒酿汤圆真的超香。怎么充电宝老掉？算了，不加了。酒酿，你看，潇潇，哎呀，看不到，看到吗？对，这锅真的超神奇。我觉得要拿开水烫一下。开水呢？开水呢？开水在地上。哇，房间晚上真的超级干。他们都说建议加蛋，还加老干妈。有毒吗？你们？有毒吗？你们吃酒酿这种甜点还加什么老干妈？哇哇，好棒棒哦！其实我小时候从来不吃这种东西。这么多围巾，那是毛巾，不是围巾。我要超级多的一元毛巾，拿来当晚上加湿啊，当。我觉得老实用。好了，那你明天几点到？你是先去弄你的脸，或者怎么样？现在在跟王璐说话。对啊。嗯，明天晚上一起吃饭。对啊。你去吗？是啊。吃什么呀？吃好吃的呗。啊！这这这这这个太棒了！他说这个超好吃的，这个真的超好吃。好。张鑫，你负责搅一搅，小心。幸福的味道啊！张鑫负责搅一搅，别扑出来。在干嘛呢？都在刷卤。加个卤蛋，他说加个卤蛋就不正常了。怎么会加卤蛋呢？是个啥？哎，要是这么干，
架上放了两瓶六神。哦，有一次我在就是盐分天堂在我床上，就怎么赶都赶不走，然后我就在我的床上撒满了六神，结果他活生生的把他熏到就是不困了。加生鸡蛋没有错，当然加生鸡蛋，难不成还打一个熟鸡蛋吗？哎，他有没有跟你说明天叫你绝对不允许化妆？有啊，我就要化。哎，明天我所有人就都化妆了。对对对，就他一个素颜。对对对对对。后面的是谁？后面的是张鑫。啊，露出来了。你尝一个小圆，看熟不熟。加了一个生鸡蛋进去，好吃好吃。鸡蛋沉底了。噔噔噔噔噔。呀，还把我鸡蛋消失了，我捞都捞不到，看都看不到。我刚才仿佛变了一个魔术，鸡蛋加进去它没了。是不是一个加鸡蛋加太少了？够。因为我今天也吃过蛋，也吃过蛋，但是胆固醇都高了，看到蛋黄了。哇，你知道吗？我晚上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吗？牛奶煮蛋。牛奶煮蛋。就是。啊、我不爱吃这个。就是不是就是。我也不爱吃鸡蛋。就是广州有一家甜品叫做百花甜品，然后他们那个家里的炖蛋超好吃，就是热牛奶，甜的热牛奶，然后加鸡蛋，然后把它。打一半就是碎开一半，不碎一半，那种感觉，哇塞，超棒的，真好吃，我想回广州。今天我们就是在人广逛的时候，不是人广那边不是开了一家新的喜茶吗？排队不要排很长很长。大广州吃的说40块钱就是代买，代买费60块钱，代排队费，反正总共加起来。你喝一杯喜茶你得花100块钱。还真的有人去代买？可能会有吧，就是那种可能很多人这样子。如果有钱的话我也代，可惜爸爸没有钱。好了吧，我就是很有种乐趣，就是烧完看着你们吃，就是我其实我并不喜欢吃，感觉很有种妈妈看着孩子吃很有成就感的感觉。我懂那种感觉。我并不喜欢吃这些糯米类的东西。我能，但是我看坐能坐你床吗？坐啊。我怕有些人不行。我还是坐地毯吗？你现在再尝一个看有没有熟。我看不干净。你再尝一个。哇！妈妈。真的已经看起来已经很棒了。对。熟了。我的目标就是养胖我们整个队，我就是我们队最瘦的人啦。感觉听起来好像很有心机的感觉，可是就算我怎么胖也胖不过50斤，呵呵。哎，你这样放下就可以了。哎，有个三脚架真好。哎，真的有个三脚架真好。你们房间三脚架消失了？虽然我的三脚架比较老草，但我也感觉很幸福。这是我花了最后所有的积蓄买的，胖绵羊在那个韩国真的是，就感觉可以已经瘦了很多了。虚瘦。上次绵羊发了一张照片，就是有腹肌，你知道吗？然后我们都很惊叹，哇，绵羊竟然有腹肌了。你知道马老师补刀说，绵羊拍照片你还不知道吗？都是在骗我们的，我们当时。我用着我的流量才在播。哦。现在卡吗？卡吗？卡吗？卡啦卡啦 go， 卡吗卡吗卡吗？不要。
他。你们再不要啥呢？好了吗？哎，你们真的是一卡，你们都在那边地主哎。好了吗？不卡了，不卡就好。有可能因为刚才因为我房间的网就是一百，就基本上都房间的网可以连，就这样连错别的，连到别人的房间的网。好了好了好了，已经那个了，你们可以不用再打牌了啊。没家老干妈，招信他们叫老干妈。你们有毒吗？老干妈。呀呀呀呀，这三脚架，哎，真的很老草。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好。你们还有什么想聊的吗？张鑫吃饭很慢，张鑫这是胖，没有他们在装东西。对，老干妈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说不好吃的话，你会被很多人……啊，你说老千吗？不是老干。嗯。哈哈。给啊，张鑫进去。哎呦烫！好烫！在吃什么？在吃我们刚刚的酒酿小汤圆。是。最好吃的辣条，辣条吃多不健康。我怎么感觉我像电台，我人不出现在那边出声音？你为什么不出现啊？没事，让你出现。这是我的金，这是徐人，这是徐人办的一节目，要是给我自己取个名字。哎，我觉得你可以办一档节目，每个星期播，就专门做吃的，然后给别人吃，这样挺好。你们记得付材料费，最后补上。那我每天早上烧早饭，那我还得每天早上大早上化妆，大早上化妆呀，敷个面膜，不是素颜，舌尖上的三四九，对，好，以后就叫舌尖上三四九，欢迎你们经常。今天在坐地铁回来路上，然后经过那个环球港，我特别想进去买那个。吐司牛油果，明天早上做那个，锁屏了快要，很想买那个，很想做那个，就把牛剁碎，然后你也没剁碎，就买一个那种专门剁碎的东西，然后放那个捣蒜的，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直接抹那个牛肉，就 American style 的吃法，American style， 哦哟，了不起了，那我们喜欢上海 style。江苏 style， China style， 中国式。我喜欢吃，我真的很喜欢吃。我感觉我已经疯了。我很喜欢吃那种美食早餐。哎，给我自己做出一个镜头。他们原舌尖上的心。台中 style。我们今天真的一开始忍了，逛了两家商场，上面的时候就都忍住了，没有买东西，你知道吗？最后破了、哦、我想吃这个。这是什么？就我家，像我家的话，就经常会有烧菜出去，你看哈。哎，我真的，为什么老锁屏呢？酸汤肥牛啊，酸汤肥牛也很简单。哎呦，那为什么老锁屏呢？因为我们就宿舍不能用明火，所以才用那个电磁炉嘛。对。设置一下锁屏，好吧，我改天设置一下。对，现在都快零点了，那两大佬不知道来吃，哎，有可能是电量问题，因为我现在手机没有什么电，然后就一直在充电。以后我就三四九，这是我三四九已经成功的，真的快被。我今晚上没有打麻将，就我在外面逛街的时候，说他们来叫我打麻将，说啊，徐姐快点回来啊，然后我们就并没有回来，结果我就说你们想玩的话，就在我房间自己玩好了，就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贴了很多丸子啊，真的很多小丸子，超多。哎，别都给这里玩，你要，哎，对，没事，你要你加点热水，又是新的一大碗。那对，你可以聊到明天吧。
上没有尽头。真的老卡卡都很笨。哎，这首什么歌好听？思念是一种病。哎，发给我，发给我，发给我。这首歌还挺好听。没有卡卡啦，我真的我手机不看它就会自己锁屏，等今天完了之后我就会弄。哎，说一说生日的话，就是你不知道我生日的时候生日公演 UNIT 嘛，然后生日公演 UNIT 我就不跳日了，然后之前有说过会和郝婉晴一起表演，还卡吗？会跟郝婉晴一起唱《禁忌》，然后你等着吧。他们卡吗？啊，听得到吗？你们听得上一句是什么呀？我说我生日公演跟郝婉晴唱《禁忌》啊！听到了吧？好吃啊！我妈美味可口。不是我说这个。我在看人家煮的菜，哎，锁了锁，赶紧按！哦，吓死我了！哎，你以后可以烧啊。对啊。我本来今天我们在必胜客吃的时候吃蜗牛嘛，因为蜗牛好好吃，然后说好想买养蜗牛，然后饿就可以烤蜗吃。现在你说直接把蜗牛养在那个里头，烤箱里头。好恶心。想吃就直接转。开个玩笑啦，蜗牛不能吃的，蜗牛除害虫哦，当心人家让你开个直播。其实张那你说不开，张鑫没想开直播，只不过因为他刚好来房间，就算回到我房间也不会开了。然后我就那个，他们要看张鑫露个脸呗。我张鑫最。身体不是很好，他有点感冒，两个穿山甲。哎，你会用那个什么吗？猪手。什么猪手？你要什么猪手？就靠，家里那种红烧的那种。腐乳吧。不喜欢吃腐乳。不喜欢吃腐乳，好好吃哦。但是小就是有个油条，就是现炸的油蘸腐乳还是挺好吃的。啊，我今天不是素颜，今天化了一点点妆。哦，我要做这个，做这个吃。你们看到这个应援毛巾是晚上睡觉时候湿，因为房间真的超干。哇，天哪，好多好吃的，我今天要做水煮肉片。水煮肉片超简单的，猪肉变成肉片之后就是加上裹上嫩肉粉，然后要蛋清过之后油里水先焯一下，起来之后再弄。买个加湿器，我已经在路上。张鑫能吃炸厨房吗？张鑫不能。张鑫家才能直播炸厨房，我们房间里没有油烟机，也不能炸厨房。油条要蘸豆腐花，对，咸豆腐花蘸油条好吃。哇阿星的西兰花，我房间也有西兰花。因为之前哦，我的咸蛋黄过期了，然后我房间还有那个生菜。对，化了一妆，也不知道为什么心情特别好，就是。哎，这个蒜生虾也不错。蒜蓉生虾也很简单。就是，就虽然说楼下的食堂可以去弄吧，但是你就会阿姨就边上一直就盯着你，就特别不放心你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就是丹妮第一次生日的时候在食堂给烧了一次面嘛，人家烧的时候，说旁边阿姨就一直说啊怎么样，我帮你们，然后就真的，当时就哎真的不用了，真的可以不用，阿姨就那，我会看其他队公演嘛，我会看啊，就是。S 队的公演我都会看，然后其他队的公演我基本上就是 B 站上就是都会去看。我团的会就是别的团的话，可能公演的话可能会看一看。Jenny 看啊 ，Jenny 有多我们的小。放那个麻油那个面叫什么面？抄面吗？麻油有放很多种。麻油面吗？有像王璐她胃不舒服的时候就清汤挂面，然后给她放点麻油，
或者是那种拌面放点麻油，但拌面最好放葱油啊，葱油面。葱油面是那个葱，要那种葱热油烧上，烧完之后再浇上去的。我想这个。谁有葱啊？房间有葱啊？你自己房间去葱。你们会跳我的太阳吗？当然不会啦，因为我们已经被禁止不能再跳 AB 的公演啦。我们是最后一个，现在我是除了我们和 N3 是最后还在跳着开闭的舞的啦，其他人都没有啦。H3 的首演有看吗？ H3 的首演我就看了一点点，我还没有补，最近比较忙。哎，我手机屏幕老是那个有大虫，我有大虫，你们等着。我觉得都不用放糖了，好甜了。好了，找不到葱了。本来有那个，哎呦，吃不回来。我不吃，我不吃。你把这个加一点，等我加点热水，就可以混两碗。啊。对。重新再盖一件。有点太，太我觉得很甜的，你这口吗？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谨慎的在跳，而且我们是地标醉人公演四海八荒，四海八荒醉人公演，你们一定要来看哦！而且谨慎的一定要来看，真的很精彩，不能错误。哎呀，我经常会回去的时候看一那种弹幕版的我们的直播，然后在电影剧局那边再看一遍。就是我的直播，真太棒了！宇宙最火，能看直播。小王总呢？小王总学习，因为要学习，所以说就他就已经回去了，他要去学习。可能你们可以毕三年还可以。我们应该还能投吧。哦，好想吃葱油面。哎，库玛和你一个房间。我现在不上学了，因为我这学是实习。对，新公演什么风格？新公演超级酷，就那种，就怎么说呢？其实我感觉新公演有一点点夜店风。阿布 happy， 甩手甩起来，大家一起动起来，哟哟哟哟那种。前种风格，哈哈，看饿了，点并没有。什么？不是，我跟你讲，我们新公演超级棒，而且我纵观这么多新公演，真的，我们新公演真的超棒。对，我也觉得新的旅程公演我真的很喜欢，而且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一眼。哎，如果你们想叫我去睡觉的话，那我就关了。本来只是想开一会儿，一个人想开一会儿。对，我跟你讲，很有可能我们的新冠的歌曲是那种很校园感。有喜欢十八闪的话，你们就进来看。手，看造型，造型很近。你这是那个华晨宇唱的小步，我上天都不怕。对，我们今天已经录完了所有的我已经录完了，还有些人没有录完。真的很喜欢那些歌曲呢，很多歌曲你们就是，可能就是反正听过几次之后一定中毒的，就觉得啊好棒啊，真的就是在我心中。不亚于新的旅程公演，下次还会唱降落伞吗？看吧，看看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在 S 队的公演唱，跟大 C PK。哎呦，下次再来我房间玩，我们要一定要直播唱大降落伞，我要跟他 PK 大 C 哦。哎呦，哎呦，放狂乱膨胀了，哎呀，不行了。哪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录音录可好了，录了副歌呢，真的是。其实我们也经常申请说就是要什么踢馆什么公演，
然而，哎，根本没有人鸟我们嘛，对吧？也不能说一直原创不好吧，因为怎么说呢，哎，就是怎么说，要就不断的改进，而且就是会可能很多人就是有些人一部分人比较喜欢日本那边，但是有很多人也会就后来入坑的也会觉得原创也挺好的，对，就是其实也是有两面性，有些人会觉得原创很不好，就哎就是摆脱了那边日本那边，就是我喜欢日式的那种，但是有些人现在还是觉得会被我们新公园原创的歌曲就是见了，对吧？而且原创可以有很多风格，对，而且还挺好。你看房舒服，还在直播，你这个要不拿走？你酒酿汤圆，你喝那个。哎呀，我洗个手，手上全是。你喝那个水的。饺子。你喝饺子。我吃葱油面，我不行了。我房间没有葱油，也没有面。我葱油面，我房间只有葱，我房间只有油和锅。可是你有蚝吗？蚝油。有，我有酱油啊。酱油这些都不是啊，我就是。葱油面是面烧好后。然后葱是油里煸过之后先放上去，然后油烧热之后再上去的。对面买。对。好想吃。看张信，你还吃葱油面？你知道这样为什么你皮肤这么黑？因为葱油面都有酱油。再见，我只是今天想吃，好不啦？你看你瘦瘦黑黑的，跟个炸了就是被炸过的葱一样。再见。是吧？你拍不到，你拿吧。蛋堡，对，蛋堡，红烧胖大海，哎呀，刚才来的是秒他，哎，你吃完之后早点吃完拿回来，或者进着，或者丢到张鑫房间，张鑫会洗的。说我的行是不动画读读，我跟你讲，我可是有练不动画，最近就是。闷在那边看书，一边看书还就大声在那边念出来，就是为了练我的普通话。没发现我平常的声音已经分清楚了很多了吗？失恋吧。耶，有进步，现在已经过零点了。去努力哦，因为就没事情干嘛，再先看看。看张鑫还在旁边后面给我伴唱，行，张鑫困了没关系，先去洗锅，明天还要用的，对吧？明天早上我不爱洗了。你明天早上起得来吗？起得来，你去 call 我就行。我 call 你，我不想你，我早上都是在房间先进来，然后把我弄醒，我完全弄醒。看一下267号来啊，嘉鑫录267号，做蛋炒饭加榨菜。榨菜木，哎，这种很，这都是普通的烧法了。吃饱就睡，稳，厉害的老嘴巴，扎心就是。第二天早上身体，哎呀，吃饱了睡觉，哎呀，觉得好舒服，好平坦啊。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一身体重，啊，扎心了，老铁，哇。对对对，666暴击，唰。我说还在屯现在就是因为猪鸡不能养，然后就把它放到那边去了。而且我之前也说过，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养动物，我喜欢一个人的，我喜对。哎，别老喊着去加入267号，老喊，都是嘴炮，要真的来指导就是，对，养养花这种的。我房间还买了很多干花什么的，别打嘴炮说我要去267号十字星的又不来，真的是，把眼睛睁大，我要就是很多人都发现我说话的时候有习惯性就是咬下，就抬下巴，而且还喜欢那种，还喜欢干嘛？还喜欢就是说话的时候眼睛说着说着眼睛就这样子就这种扎起来，抽得到票哈，其实。一开始说老实说就是提到我们抽票真的很讨厌，为什么连续两次都是我们队抽票，但后面看到其他
别的队的粉丝看，其实也感觉还 OK 了。其实虽然上次一开始上座率真的超低，我在家看，就后台就门缝里头在扒着看的时候，我当时当时眼泪都哭出来，在那边打转，知不知道？这边啊打转，但是后面真的，还是觉得。但后面就是好像听说是送票，然后大家就是我们队的粉丝才进来。BGM 什么歌？人家为BGM 什么歌？小返老还童。返老还童。返老还童。这就是，也有别的队的粉丝来看，说不定觉得很好，对吧？对，其实还是有两面性，对，不能说绝对不好，只不过真的还挺，真的就是我们队的粉丝，就心疼，谢谢你的心疼哦，给我填一个，给你捕捉一个小爱，给手伸出来，小爱心。对，抽票。公平点，假如说像抽到的又不付钱，对吧？这种就拉黑。其实我原先不知道会拉黑嘛，但是拉黑之后觉得还是挺公平的，不来至少公司是不亏钱的，对吧？但是拒绝真的有钱，对，就是，但是真的像有人说，就是抽票的话扣不热烈，是一开始就上场票的时候，前面就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抠。就只是坐在那边冷漠拉着棒子，后面粉丝喊进来就对，好累啊，不来亏呀，本来能赚钱，为什么赚钱？就是卖给再去场外。激动了一下，日常激动很正常的。其实我是那种很兴奋的时候，然后在房间很兴奋的时候，就突然会打个滚。上次有一次在台上，我突然好兴奋啊，就突然很想地上打个滚，但是就觉得不是很好。卖给黄牛，买黄牛票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但是你是为了能看到你的小偶像吗？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正常。我说我有些时候想看一些自己喜欢的艺人明星，然后也会问黄牛，票怎么样，低价买也还说。陆宝发博了。他们说陆宝发博了。发什么？我哪知道？我在直播，我没看手机。我在逛淘宝。耶、对 ，AB 生日要什么没有啊？对，是 AB 生日。哦，对啊，怪不得他了，怪不得是他了。丢丢丢丢，王璐包机票我就去。对不？别问屯屯嘞，屯屯嘞，我都回答过好几遍了。不知道的就去补嘛，真的。说了好多遍了，我要去卸妆了，电话都换了一天了。反正就之前不化妆的时候，就别人化妆的时候还会养皮肤，结果那啥，不化妆还长，额头上还有长了痘，长小痘。人家是屯屯的新番，算了，既然你是屯屯的新番的话，我就再告诉你一次吧，屯屯在别的地方寄养的。因为他还没有打针什么的，对，我也觉得抽票的话，其实稍微改一改细节，真的像上次，就是很多人不来，到很多场，就是很多都是空的，其实真的心里还真的是挺扎心的老铁啊。但后面就是还是能放进来，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好热。有，我房间都没开空调，你热什么热？燥热。
sorry 给你拿本杂志看看那本有本事你拿给他们看那本杂志给绿哥了笑死我了真的是我要等你了看看米娜知不知道看看米娜欣薇他们说你是告白的小事差不多我要睡了我要去卸妆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我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下了哦对说到音游好像因为不是现在好像音游现在内测嘛还是什么反正可以现在可以下吗现在是那个叫什么可以下吗直播卸妆上次我已经就卸完之后去就是在网版直播的时候后面有出现过纯素之前还有是情人节那个我也删掉你们也可以去看那这是素颜连双眼皮贴都没贴你看现在是还贴的双眼皮贴那个连双眼皮贴都没贴算了明天上班晚安又要哭了感觉我知道口袋要哭我要看一下哎呀赵鑫要跳舞了来我给你不要问我求你好好的好拜拜送给你们的晚安实话请扣666哈哈哈精彩了我还扣333扣666什么厉害了平常以前看的那些直播真的是喜欢的话请扣666不喜欢的话出门走拐请去一起别人的直播间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给我的礼物谢谢爱你们摸啊哎看好了我哭了不好意思啊张欣他说他别录他以后肯定会给你们看的不要着急心吃不了热豆腐知不知道对喜欢我的话就请关注哟对哦饿了我的傻哎来没事这样子一人我饮酒醉醉把佳人相对两眼是独相随只求他日能双归要后面的我不记得了喜欢的话请多多给我评论微博啊好吧没有完了说到今天哎其实我就比较洒脱的张鑫先洗碗再走明天再洗明天早上我洗床之前我跟你讲好我没烧之前我跟你讲我把你拉起来你全裸的给你拉起来让你过来给我洗碗好你来碗各位拜拜、哎、你把这个碗给我镜子拿到你房间去镜子吧我房间那个对张鑫跑过欢迎到 M 徐仁的脱口秀时间有真的张鑫要回去睡觉张鑫回去睡觉啦张鑫就是身体不是很好他还感冒还热爱跳舞对吧热爱什么特意去外面上课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拼哎真是这里瓦特了我明天要上他明天还要去上知不知道看粉丝们你们明天可以去那堵他了知道在哪你有病吧啊我有病你有药吗有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人光说的时候就真的会很尴尬所以我就原先的时候比较不是很喜欢就是经常直播而且就像之前说的就直播就是主播干的事情像我这种就是比较嗨的人是有些时候我就是有些时候想做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直播我是什么内容如果是没有内容就光说啊想你们来讲光说说话怎么样其实我就觉得就感觉很假很没有意思吧对就是要那种有主题性的这种直播我就会觉得比较好而且这播就是真的就是一加一大就一个人说话你就会很尴尬但是说你一言我一语的话就会那突然就会就产生，产生了新的火花，对不对？
你们可以给我看这种唰，这种表，这种小的那种 CF 什么的，我还可以当自己的微信表情包，直接发给我妈。哎呀，那干嘛？真是，对，多弄些计划。所以我是要顺便来宣传一下，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哎，我本来想白色情人节那天在那边什么直播，在房间直播，就是办一场演唱会。然而好像3月15号，我爸，因为3月15号是我爸生日嘛，有可能会回家。如果回家的话，我就会提前开演唱会，对吧？是谁的演唱会？这是349，是 H 队一姐的寝室，对 ，H 队一姐哦，就是给我的粉丝去。前段时间想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百万粉丝，我照起来就会想到哟，一姐和我的百万粉丝，就是叫自吹，知不知道？自吹才能就是那种哎呀自我肥皂，哈哈哈。对，还说哪了？哦，就是本来是要开演唱会嘛，要打算就自己制定了要唱哪些歌，哪些歌，后面就是有可能回家就是陪我爸生日嘛，然后我妈今天特别早，她跟我视频的时候说，啊，你什么时候回来，三个人一起过生日，因为我相信了解我的人就知道，我全家都是双鱼嘛，我2月20，我妈23，我爸3，我就全家双鱼座，之前就是回家过生日。鼻子好油啊！就爸妈，就跟我妈一起过生日，要么就三人生日一起过。对，厉害哟！好巧，你也是双鱼座，认识好多双鱼座的人。双鱼座的人真好，像毛毛啊、袁奇啊、叉叉，不是小费啊，也是。对，双鱼家族。然后别人要问你双鱼。你双鱼，爸双鱼，全家双鱼，然后感觉听起来像骂人，然后在我家就全部都是那种很正常的那种。对啊，真的好像骂人呀！你双鱼，你妈双鱼，爸双鱼，全家双鱼。哎呀，真的好搞笑啊！开个玩笑，不，我家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不介意，就这么偶尔，哎，这该说呢？对，呀，年年有余，家有条。666666，还有什么呢？还有没有什么？六，什么样这种灵魂歌？其实什么样这种歌？我们录新冠的歌的时候，就是有一，就是主打曲，我跟袁宇航是同一句分词嘛，然后下面就是沈梦瑶的。前面就是我听的时候，袁航非常甜甜的声音，那边唱唱唱唱唱，突然就那分词完是什么样，就是跟那个那个啊那种声音，当时就要喷了。什么样当我演唱会的嘉宾？都转过来，还戴眼镜。我加入我的战队吗？你小子的梦还没有，有人来，饺子了。嗨。怎么了？我没有扫把，都拿拖把直接拖的。但是我没有拉扫一下。拖把直接拖出去就行。哎，你要来直播看一下吗？不了。好吧。差不多现在18分，最多到半我就给关了。对，到关了。还有一会要干嘛呢？当然是饺子来借扫把，可是我扫把，因为我房间我铺了地板，我都每天在拖，我就拖地。别唱歌，不唱了。杨慧婷，哎，看着在，没关系，等会给他送过去。绵阳来了吗？绵阳明天才回来。像台湾的雅琪有很多人这么说，但是我已经成功的。今天怎么这么兴奋？其实我经常很兴奋。一个直播的话会很那个，会很尴尬，有两个人刚才就缓解了一下尴尬。人家想说什么来着？对，说我像台湾人，我已经成功的从嘉兴路黄圣依转变成了嘉兴路王贤了，耶！想跟恐怖的哥，不是明天星期二，
哎，对，明天开票，这样我就知道后面那一周的东西，公演。星期二，星期二的时候就祝你每首歌无尽学帅。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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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让那气儿不停转，相信你们的啦。啊，是今天，对，就是今天，七个小时之后，对吧？要的，什么时候还直播？我们知道我们对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在一起出去有什么激烈活动？因为我们对现在就是。虽然外物很少，但是大家都自个玩自个玩，但是会就是会下手比较喜欢，就是我房间会流量比较大一点，对，大家就像我无所谓嘛，就有些人会比较有爆发，就不喜欢直播，那种素颜上镜，对，这假发老掉，又该脱掉，好了，还有十分钟。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还有最后十分钟了，就最后十分钟，十分钟，浪费不了时间，浪费不了什么，浪费不了感情，浪费不了睡眠时，哎，浪费不了时间，浪费不了生命，就十分钟，最后九分钟了，最后九分钟了，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呢？不要，差不多就关了。哎呦，真的要睡觉，平常这时候都敢睡觉。直播老掉下来，赶紧拿出你们的手机，打开评论，赶紧给我发送评论吧，告诉我三号公演谁在？三号公演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徐寒不在，徐寒去外面旅游了，借点欧气，借点欧气，祝你切到十八闪，欧气。统统给你们，擦擦擦擦擦擦，给你们擦擦擦擦擦擦擦，统统给你们，这里面切到十八片，切十八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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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统给你们。好累累，这样子玩我肯定会睡得好。三号红枣能看到，很棒，红枣，三号红枣。你干嘛？你不缺喝酒酿吗？我没有喝酒酿，我喜欢，我不喜欢吃的。我像莫文蔚老师，其实我唱歌也跟莫文蔚老师一，莫文蔚老师一样的那个唱歌一样。对，毕业了嘛，大学嘛，大学这学期是实习，就是到时候在杭州就是取下毕业证交下什么的。但是可能上学期有考试不及格，可能还要回去补考，可能了吧，哎，很正常。最后就是四号家庭旅游了，我就没有考试，那老师会给我挂吧。大四，四颗红柿子，来找实习单地方实习吗？实习位就在九啊什么九四八。想看 B50 回收的那个唇印，那个在那，谁呀、啊？打了，你打好了？明天再搞。哎，好累啊！你拍的。你等会儿过来拿，我喝水。好，都证书吗？什么证啊？哎，好了，我。有，一块钱一个买。滚！老子卖给袁丹琪这个价，凭什么你还打对折？就我觉得在这实习还挺好的，就是还挺喜欢唱歌跳舞。对，在外面实习，就有可能就会很忙，就会不能顾及到这里。考个导游证，对，因为我还挺喜欢旅游的，考个导游证还能没事就是去带团，就是。当地陪导游的话，其实还挺好的，而且对，可以游山玩水。哎呀，我头发怎么老掉？假毛都掉了，假发要拆了感觉。哎呀，差点把别人移出直播间。哎呦，导游容易晒黑，但是我觉得导游就晒黑不重要，就是可以玩啊，我可以玩的很开心呀、啊。
累归累，但是你可以，就是又可以不花钱玩，你还可以就是还有钱拿，多好。导游玩也，你可以就是不用每次都去啊，就是我去一次就行。对，但是我因为我妈还认识就是导游，就是一个旅行社的老大，所以说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黑幕。说提成有压力，其实也不需要提成，就是换个地方，都只去一个地方。你学导游吗？我是学艺术表演，少女偶像带团旅游，月入百万，哇塞！你不拿别的导游，那得配合。对啊，可以演戏，这样就可以增加我的演技。这个公司就去演戏，公司拍戏我都没有去，我都没有去面试过，公司也从来没有找我去面试过。哎，好的，真的厉害，还有五分钟，头发一直打结，还掉了好多头发都假，一直在掉。哎，过段时间得拆了。导游是得哄你花钱，让你花的开心。像我这种花言巧语的人，真的能让洗头间才刚洗的头，我刚从漂亮的大李慧珍变成了漂亮的小李慧珍，那李慧珍变成床底好像有人，你床底才有人呢，真的是。我等一会儿再卸妆。还有四分钟，好，安了。假发是头上戴的，冰箱里有人，你冰箱里才有人呢，分尸了才装冰箱里，因为冰箱里只有猪肉什么的，还装人，搞笑，你这叫偷人，你知道吗？你后面有白白的小东西，白白小东西，后面没有，有充电宝，有什么？少你衣服上才要少呢，大半夜吓人，你也不怕自己报应？你在那边瞎搞我，你们在瞎搞我就把你们都移出去，让禁言。大晚上的这些话，说得出做得到。一只红星出来，算了，我不跟你们玩了，你们这种床上的通通给你们移出去。最近把他们都封了，禁言两小时。对，都被我禁言了。你有多少毛巾？还有挺多毛巾，我很多都收起来了。我跟你讲，禁言了好几个人了，真的是，在下说胡说八道的，通通都给禁了。然后把踢出去，让你们跪求大王给你，让你们还看别的小偶像。祸害别的小偶像，真的是来晚了。哎呀，这位朋友来晚了，真的马上就要下了。除了，对呀，移除别的小偶像都不能看了。对，不求大王能看，到时候跪下求大王，大王，求求你帮我解封吧！这不是点抖 M 吗？真的是搞笑。好，马上就要打烊了。哎呦，头发真的，以后还会去泡温泉吗？我们队应该会去吧，我们还挺喜欢泡的。对，哎，说时间卡了吗？怎么一动都动？身高在这里排，我们队的话，应该我跟张鑫的身高，张鑫主要比较瘦，会稍微矮一点。嗨。拍不到你的，确定吗？我坐那儿了，对，你一点都拍不到。你把我的讲哈，好了，差不多了，马上就跟洛洛比，我当然比洛洛了，因为我不是洛洛五折，全团最高吧？对，是又来了，来了。好了，我要挂了，我要挂了，怎么感觉这句话听起来最怪呢？我要挂了。晚安，拜拜。感觉好变态哦。
头要关了，拜拜，晚安。